我们是先抓，因为它有四个板块，好，四个板块这个名称呐，我们找到这个 class 名称，然后我主要是把这个板块里面的超连接，因为这个超连，假设你要找这个所有的超连接太多，你光要算哦，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那所以我们先抓这个，那小括弧零指的是第一个板块，那可是我不是要第一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社会吧，哈，然后第二个板块娱乐，那我要下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如果第三跟第四的话呢？那它的小括弧哈、哦，里面应该就放多少？零一啊，二跟三，对不对？所以我要二跟三，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码复制贴到我们的那个 VBA 里面，好，第一个，第二的话呢？那目前当然，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啦，如果我假设把它改成二，它会变成抓那个热门新闻的。第一个板块，可是有两个，那不对啊！你如果只改成三也不对啊，那是抓分两次抓，分两次抓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列哈，它会被盖掉。所以呢，后来我想一个方法，其实不如干脆这样好了，我就直接怎么样，把这一段程式嘛哈，干脆外面再包个回圈好了。这个回圈的话，就叙述就是说，我要把这一个地方的这个数字哈。干脆就帮我产生二跟三就好了，所以哦，我在上面哦，这个应该跟上个礼拜有点类似，但是我是只有热门新闻哦，热门新闻就是这两块，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板块，所以待会抓下来应该是这个跟这一个，那这边总共十则新闻啊，应该到底下十则，这边有十则，所以总 total 就是抓回来应该是20则新闻。好，20则新闻跟20个超连结。好，那这个做法的话呢，首先我们，利用刚刚那段程式码来改，应该比较快。那改的方式的话，第一个呢，我在那个什么呢？它 get 有没有 element by class name 的上方这边，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帮我抓，所以呢，你可以跟他讲 for j， 因为 i 已经用掉了 ，for j 等于什么呢？我要的是三跟，不是三，应该是零一二，所以二到三，也就是我要跑的数字只有二跟三就对了，二跟三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 然后呢，接下来请你再把中间这一段程式嘛，从哪边呢 ？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有没有？一直到这个回圈结束了哈，所以把它搬到这个中间来，那记得搬过来之后呢？我是建议你按个 Tab 键，然后让它缩排到后面去，那接下来的话，记得哦，因为这边有个 J 嘛，所以你就把这个二改成 J 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怎么样？它会先帮我产生二嘛，然后呢，把第二个板块全部抓下来，然后再抓第三个板块，这样问题应该解决。所以哦，我刚刚第一个利用一个回圈就可以把第二个板块，二跟三的。这个板块把它抓下来，OK，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应该放在哪一列？所以呢，这个得到的结果要放在储存格的哪一列哦？那之前我们是用 i 去换算的，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啊，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有写类似的，就是 k 等于2，意思就是说哈，将来帮我抓到的这个程式哦，直接就放在第二列开始，然后呢，直接就把这个 k 哈。放在 sales 的这个列的位置，意思就是由它去决定放在哪一列，所以理论上哈，它一定是放在什么？第一次一定是放在这里，然后一定是 A 栏跟 B 栏，有没有 ？A 栏放什么？放标题嘛。那 B 栏的话呢？就是放超连接。所以呢，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那记得放完之后，后面等于 k 等于 k 加一啦，这样其实就 OK 了。所以如果假设我要抓的是热门新闻的等于是板块里面的第三跟第四的话，那其实就是给它索引值二跟三，然后分别抓了，理论上应该这样就抓得下来了，试一下好了，执行给各位看啊，这里我是用 IE 物件哦，把它执行先清掉有没有，然后再去抓那个 ETtoday 里面的那个就是二这个索引值二跟三，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胡瓜，所以一样是胡瓜。然后呢，再来第十一，应该是第十二的地方，应该
看12应该就是第11则20年哈、哦、前抢救女婴，我看一下，那应该这个结果对吗？这个应该下面这个哈、哦、OK， 然后哦对，撞死20岁女造逃驾驶什么绝望留置哈、哦、这应该没错了哈、哦、所以抓到哦在这里没错哈、哦，但是好像有一个错误，我发现哈、哦，之前本来我修改了超链接，但是超链接有点怪怪的，于是哦，后来好像把它改了一下，我发现前面不需要加这个了，而且不需要切割，它好像本身就是对的超链接，所以，可能是因为之前不是用 IE 物件 ，IE 物件抓到好像超链接是对的哈、哦，所以我把它重新再跑一次，我来看一下那个超链接，如果超链接 OK 的话，那。表示呢，我们抓的资料应该就没有错误了哈、哦。这个标题后面的话是它的新闻，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了、啊，这个新闻到底 O 不 OK？ 你可以把它 Ctrl C， 好、哦，然后直接到这边把它贴上好了，连过去，哎，没错，这个应该新闻哈、哦，应该没错。好，所以哈、哦，请各位，如果我今天呢，假设有个题目给大家，就是说我希望抓的资料哦是那个 ET Today。里面的那个就是热门新闻的话，好、哦，应该怎么做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OK。